Hello，有人吗？有人就说一下，我在看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选这关总是八七八七，让我看完，终于不八七让我八看一七。下，哎呦，他那个还要12分拉钟。多少？他拉扯过我，坏人。张爽爽，哇，久违的吃鸡，耶来哦，哎，等下，首先先报位看看哦，看看我们到底头上有没有箭头。好，因为我刚我们进场前发现我们都有掉下去，感觉好像是队伍有，没了。没有哎箭头，呦呦呦，箭头啊，有箭头了，可以看到鼻子了。又是神秘 bug 之力。有没有版权呢、啊？我还是很怀疑、欸。我们认得清鼻子来。我怎么在糖豆人？我也在想啊，本来在想说，要开糖豆人吗？还是继续我的那款游戏？那款游戏运气成分好重哦、喔。哇、哦，有，拳头居然被猴流啃，也是很爽的啊！哎 各位，我要等一秒，我要等一秒了。加油加油等，加油！哎呀，哎，怎么没有连团？啊！我不的要不要不要！短一短一神功第一名，哎，第二关必封禁术。人太少了吗？看柯南又看台又吃饭，第二关不都是太爽了吧？那个吗？跳圈圈吗？跳圈圈，我们的跳圈圈怎么被吃掉了？我们没有剪辑哦，直接来冰封禁来术，看完我对，吃鸡，我们就玩游戏。然后超少人有没有？你感觉很刺激哦，一伙人全部都卡在这因为里那时候啊！没录音啊，人太多了，就有点可惜。因为其实我的画面也很好笑。我看到，哎呦呦呦呦，被撞了，被撞！哎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！中路突破！哎呦，我就知道这个怪怪的。为什么那个雪熊跑到右边拳头区啦？对啊，因为他撞到人了，所以他变相。这是巧克力的影片啊。你今天出的，因为那天礼拜四吧，礼拜四不是画图吗？然后说晚上10点半要去录影，就能过录这个啊。交换这样子跳圈圈应该对过得会很少，我不要走旁边了，我要拿瞬我间变的真超本领。正常跳，你也太一心多用了吧！我的天啊！十七人，我觉得可以，大伙加油！哎，其实这边我真的越跳越有心得哎，一开始冲旁边。顺利的话，你只要冲个3次就成功了。冲5分有，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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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稳字一出啊！三分无目标。然后我记得这一关也是第一名，但那时候没录影。最后一分，差2分，那我当然是从旁边直接冲啊！不管怎样都可以啊。哦，我是第二名呐、啊，然后好像他算错了，算变成我第一名。该来一些特别的啦。企鹅跑跳碰，企鹅跑跳碰。据说有3只企鹅，然后拿越久越高分，对不对？要走的越多，要走就是拿着企鹅跑，是不是？对，要走，跳也算。好，跳也算。哦，附近的企鹅。左边那只。好啊。我拿它，你快去。睡睡睡，哎，那个企鹅在那边。古溜。汉皮。白痴，这边是三个都队友那边抢。我帮你挡。你安全，你安全，你安全。有没有？那是下面那只也是我。就对了，你还是安全。你绕啊！你为什么不绕？因为右边有人啊。没事没事。哎，我被抓住了。哎，企鹅跑掉，企鹅跑掉了。你拿。啊，回来，朱古力回来。可以，朱古力很棒。我们分数高，红队完全拿不到企鹅。啊，企鹅掉了，企鹅掉了。自己比较强，我可以，看广告，帮巧克力吃广告。我的，我的气，我的队友，那气一直跑，好笑。我拉住了。哎，这有2只线，2只线！不要拉我！拉那个蓝色！有切掉，哇！你又拿到了，你好好。
我给我给我耶！我的我的我的企鹅，你看是不是？那天那天玩企鹅露营，我是我的企鹅。我们在抛接游戏。哎、欸，我拿到拿到一下拿到一下。我你不要拉我。不用点名啦，就。你我看见哎。打个豆安就好啦。那时候去别人的台都是打个豆安就好，一个一个点名很累。直接中！我给我给一下，给一下企鹅，我拿到，给一下蓝色的，还我！我分数超高哎、欸，还我！但不管我还是要拿，九九哎，我拿企鹅都拿好少，一直被挤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们四个人都过哎、欸，都过。决赛圈，你看超扯，四个人都进决赛，很久没有一起决赛圈啦，如履薄冰。彪仔，彪仔，四个人在这里过。对，东南西北，我们占据四方。哦、那我选中间。问他，我们就四个人，四天王要四边。硬要跟别人不一样。四天王有彪仔，彪仔哦，朱古力终于可以来当彪仔，可以有韩了。朱古力好嗨啊！哎呦，你飙，我也飙、哦，你还跳着飙呢！哎嗨嗨嗨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下去了？怎么下去？我摸了喵哈，然后就掉了。我目睹了命案现场。不可以摸喵哈，他有诅咒。哇，让他留一点。这边如果连过去的话，那边很宽。哦，这个稳，这个稳。哎呦，太凶了！稳呐，稳呐。哎，不一定哦，旁边那个有可能。哦，好蛋，好蛋，不愧是 VIP 好蛋啊！好了，结束了，我们来玩游戏吧。获得冠军，下一个是 VIP， 下一个是不是朱古力 MVP 了？嗯，我反正真的好稳啊！好啦，开始啦！啊，这东西死亡十一次，不要看了。啊，这个游戏。好难玩啊！安安啊，下午好，我们开始玩咯。魔鬼，看一下哦。呀，重新开局。什么？听一首深海之中的大，免疫之声产生的爆炸伤害，产生的爆炸伤害，好像可以呢。每次都是被炸死的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哦，有靠腰。哭啊！你要这样子，我推，我推，推 ，OK， 哎、欸、嘿，糖豆人也买了，很好啊，还不错。小仔生日吗？生日快乐，在吗？嗨，马田，哎、欸，马田，我跟你讲哦、喔，还好没约哦、喔。我昨天不是也是我昨天很最超晚的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昨天什么时候睡？我昨天一点起床，哎、欸、不，哎、欸、对，我昨天很早就睡了嘛，也没有很早睡，昨天早上几点哦？看我现在已经失忆成这样子，我天啊！
这什么游戏？霓虹深渊 ，Steam 有卖，现在有特价。现在有特价哦，可以赶快去买哦。哦不，我的虫。这款是就是要拼命重来的游戏，叫什么 Look Ride 哦？你也太晚了吧！我今天睡到快两点才剪完今天那部影片，靠腰。我踩虫，啊！五啊，要不去了。他的翻滚蛮好用的，哎、欸，所以他的翻滚到底可不可以躲虫啊？躲怪啊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今天下午有贴给你看啊，我那个血量是我已经献祭了两颗爱心的血量了、欸，可以躲攻击，哎呦，真的可以哦！帽子，吼，多得一把帽子。然后想到买的时候，现在还没有开过，赶快开啊！这东西早开，早点玩，早点享受啊！那边还没走过，不是啊，这个过不去啊，滚，不行啊。嗯，没钱，没钱要怎么买？欸57块可以耶，我就是加近战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鹰眼是干嘛的？买了啦。哭啊！没有手榴弹啊，耶、yeah! ！这地图是随机生成的吗？是啊，它没有固定，都是随机。年轻人不讲武德。晚上好。我最近巧克力吃好凶，我是说吃的巧克力哦。我现在那个什么，现在那个 Seven 有那个啊 M 巧克力，
有在做两个特价的，然后我一天就吃了快三包，天哪、啊，好恐怖哦！你们觉得我花在零，我以前就会花钱在吃零食，可是已经很久没这样了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好恐怖哦！我和以撒好像，什么以撒？没有很多的，很多都是这种类型游戏啊。我就喜欢玩这种自虐的游戏啊。阿蛋不代表是 M。嘿，我想要澄清一下。靠呀，喜欢挑战，自虐。Oreo 可以抽皮卡丘， Oreo 就不是巧克力啊， Oreo 是饼干，你们有什么误会？一直以来 Oreo 都不是巧克力呢。对不对？你们对 Oreo 有什么误会？咦，然后点开它，原来怪声音。然后就可以来这边了，这边是天使房，这个，嗯，啊干，巧克力饼干，它也不是巧克力饼干呢，Oreo这只是个饼干而已啊，它没有巧克力的成分啊。好哭啊！我受伤了，我受伤了！啊，至少有钱。哦，要70块。好的，先挂，先挂，欢迎挂台，欢迎来挂台。阿靠，嗯，阿克，嗯，哭啊！像刚刚那个东西，就是如果你去打它，它会变成恶魔箱子；如果你花左上的紫色水晶去摸它，就是可以正常开它。啊，哭啊！也好啦，因为我要去恶魔房，就需要。欸，蓝蓝，到底你在这样子一轮里面受伤就会累积吗？还是它有累积的上限值啊？很哭欸。那你觉得怎样比较好？开箱子比较好啊？我今天就是等箱子跟门啊，我只开到三次那个，我两次地狱恶魔的门。
67块，差3块，差2块。可是角色原本就3D血，这样玩的话好恐怖。等我一下哦，恶魔热线，喂，恶魔吗？恶魔热线有诶，恶魔热线在空中的近战攻击翻倍，烤腰啊！然后这个四川辣椒酱，哎、欸，对，我现在才拿到蛋呢！天啊，哇，没地图了，奇怪了。也是繁星的单人游戏时间，对，没人愿意跟我玩，没有啦，就，哦，速速变快了，哭啊，受伤啦，阿伯出事啦，哎、欸，你住手！看，就这个，好白痴的，炸到也算是我，我要负责！天哪！回头有期。没救了，没救啊！没救了，安安，李三安。好惨哦，好惨哦，好可怜哦。宝箱，嗯，哇，
哎、欸、咻！踩虫啊！没踩到。为什么会执着踩虫呢？因为踩死虫的话会有一块钱。嗯，哭呀哭呀，呼！太多了哦，太多贩卖机了哟。哎、欸，嗯，为什么那个闪现在身边的怪真的很讨厌，都看不到他。不是啊，靠，我是魔杖啊。哎、欸，这好像也不错哎、欸，受伤回复水晶，因为我这个右键，我要跑吗？上面这些钱，嗯，跑一下啦，还是不跑的？呜、呜，靠腰，嗯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好这里，兰兰，你看我没受伤哎、欸。嘿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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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呵呃呵，呃呵呃呵，等一下，76块可以买什么？买过了吗？我买过哎，买过了。哎嘿，嗨阿静，阿静没开台哦，你怎么没开台？好诶、欸，好诶、欸！刚从台北回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咦？看这个门就进去吧。
要炸吗？你们就要炸吗？嘿，嘿嘿。好诶，好诶。嗯，炸弹不够了，开个门，钱好多，才100多块，你说好多？我钥匙才多嘞，钥匙遇到那个商人，我就把钥匙通通拿去换东西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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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隔壁有钱。啊，多没用啊！我要过关啊，过不了关有什么用？钱又不带不走，对不对？这不对，啊，受伤了。没了，为什么还能开？有什么门？哦，我一直忘记耶，这是加工术嘛？我查一下哦，每次记不起来。咖啡，浓缩咖啡。提高色素啊！吹风机是干嘛？吹风机提高色素和色沉，色素色沉咖啡。那这个比较好。这边有个门。Hello。啊、好险！嗨，无缺。调了1080，不要调1080啊，1080太高了啦，哭啊，拿不到了。回个聊天室，嗯，哦。啊砰、欸、没有啊，没加很多、欸、我的天。要成灵魂使者。啊，这个我就觉得有点雷、欸。
嗯，有点没希望了。哦，你这个这么多，笑屁啊！要死掉咯，要死掉了！哇，剩一颗，剩一次机会了。那、啊、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活动，就是刚刚有没有看到？这原本是两颗绿色的，那、啊、你只要受到一次伤害，就会少一颗灯。去雷射房直接死，我干嘛？我干嘛要这么虐？呜、哦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呦！哎呦呦呦！你要死了欸，哎呦，有护盾了。哎呦喂啊！我狗起来了。嗯，这里。啊，怎么办呀？啊！怎么一直给护盾？呜呼！欸？摸下去是会直接死啊！我什么东西给护盾是不是？等游戏再摸它，打打打打打打，啊，要输了，要，好险有护盾，好险有护盾，不会死。我怕嘛，嗯，蓝宝石戒指，我记得是捡钱会随机给那个吧，蓝宝石，捡起硬币有机会获得无忧盾，啊，就是你了，走，我们去摸这个。哎、欸，我两个护盾直接没有哎、欸，那我再少一颗星，我的天，又没有，又没给我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饥荒？
又没有，我是不是只要直接出去重来？如果选到的话，这边会有个传送门，会给一个徽章，然后可以去打下一只王。啊啊！撩人呐、啊，你这样撩人，他是不是就是不想让我过关？我的血剩这样子还不敢跟我打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、，Oh my goodness，Oh my god， 呜！嗯 ，Oh my goodness，Oh my g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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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h my goodness， 我靠！哎呦喂！哦，鬼！我的枪技能是什么？就是我打怪不是头上会有那个爪子的标记吗？然后标记那个也可以引爆，我觉得还好就没有用了。哇，我第一次钥匙可以拿这么多，哦好屁哦！乳清蛋白，啊，来血池了是不是？来来来来来，我、哦、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嗯，哭吧，过不去了。打王啦！结果都没在用续补特的，天啊！棋盘，多加个弹道哦，遇不到，我什么我太强，我遇不到，遇不到啊！怎么遇到他啦？偷钱，偷钱呐、啊！我那时候很好笑哦，我那时候就是不小心原地自爆，我把这个小给炸死了，炸死之后他喷了一大堆钱给我，这个就是会帮你捡钱，好像是累积一直在他身上，然后死掉之后会给钱，啊，随机掉落。我那个雨伞是什么？那个雨伞、啊？我哪里有雨伞？我哪里有雨伞啊？这个？
那个是伞。这个？哦，雨伞按钮，我等一下 要出去解释给你听。那个东西就是点天赋得到的啊。他说，如果你在那一场没有受伤通关的话，可以获得一个门，可以帮你开启一个门。我目前开到就是宝藏房跟爱心房，还有零钱房，真的是零钱，没有很多钱。我靠！你有看到我的泰贝尔吗？我把它打上去了，哎，哇哦！空空如也。会投掷长矛攻击敌人。但是孵化还是看步数时间。看你玩，你进来一个关卡，打完所有怪之后，会有蛋随机孵化。像这样子。这个关卡嘛，然后打怪，哇，受伤了。那这样子打完了，然后随机孵化这样子。啊呜！哭啊！看步数孵化的话，我觉得就不适合这游戏，因为你可以原地一直走啊。然后这个阿史第二阶段是孙悟空，一只猴子。那猴子再孵化就进化再就变成孙悟空。你要去换电脑看我实况了。好哦。哇。
我使用炸弹时，我的宠物蛋会爆炸，哭啊！不能乱炸了吗？我哪边没去过？这里，我烂道具。开，过关了，我很强的，快死了啦！你们看到什么血量的东西？我的天！要搞，要补。哦、你看进化成孙悟空啊，通常这只会进化第二阶啦，就没了。啊！有人笑得很爽哦，有人笑得很爽哦。啊！不是，现在我就跟风中残烛一样。天啊！给我捡钱，给我护盾，给我血。啊，有蛋。喂，没钱呐、啊，你可不可以去死啊？把钱还我啊！22块，我怎么让他死掉啊？拼命打怪，范围真的远。
不要太过分哦，要过来哦。哦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嗯，嗯，死掉之后，把钱都还我了，我就可以买爱心来玩了。嗯，去数啦！你要看他打。杀死敌人，每次用炸弹杀死敌人，就获得红心。炸弹呢、欸？而且是有机会，有剩一颗炸弹呢、欸。空空哦、喔，还有钱钱在哪里？呜、哦，在这边吗？一堆小跟班，对啊，所以这游戏其实很容易玩超过一小时，也很容易玩十分钟就结束了。买个爱心，必看。会不会死啊？没东西打了。啊！我刚想说，我记得这边有一个。好啦，看来是输了，快输定了。哇！我要翻滚的，哎呀！结束了。没错，就这样，我们一回合就是这样子了。有吗？进什么没有？就是这个啊，那个兰兰，你看一下，刚刚那个、啊，这个安全开关，本关卡尚未失血时，你可以发现这个开关，拉下它可以带到一个神秘的地方，这个觉得还好。我不知道再要解锁什么，因为我觉得东西越来越多。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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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。我的黄宝石好多，你已经赢我一关的进度了哎。多黄宝石多，这样对吗？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哎、欸，妹子，我开局，啊，就一把枪哦，白目，就是这把枪。来解释一下哈，有没有看到屁股有这个东西在动？他就打怪用屁股打，看，他也可以不用屁股打，只是这射程真的很短。你看、喔，哦，可以哦。啊，要不要重刷嘞？兰兰，你觉得嘞？我们重来好了。啊！因为我金币最多，进账伤害是杀毁，太夸张了吧？不行，我要放个广告，你们过太爽了，我要安抚一下我的心灵，这是什么？
啊，增加水清草的而已。重来。啊，怎么又是鹰眼苗啊？感谢欧弟的超级留言，我都还是有看到你都有在影片下面留言呢，感谢你哦，加油好吗？提高你的色素。嗯，我记得这个是剩半颗星产生一个护盾吧，对吧、啊？剩半颗星额外加一个护盾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你有机会射出穿，你有机会射出穿透子弹。啊，这只角色的被动技就是你靠过去可以看到，就一本身体的腰上面写的不要和我。其实是 cos 这个，哇，穿透应该不是指穿透那个吧？不要哦，不要炸到哦，我会生气气哦。哎，不对啊，我还是要炸啊。来吧，宝贝儿！哎呀，我是指这个穿透哦，白痴哦，我说要拼攻速了呢。这是啥游戏？这叫做《霓虹深渊》哦，水里你都没看标题，我伤心。啊，对，兰兰，你去那个家小、啊，对不起。哎呀！啊，怎么破掉又开一个这个箱子给我？我的天，太过分了哦！再一次，哎呀！你那边显示泰拉瑞啊？哦，那游戏分类，那个游戏分类我都已经懒得理他了。欸，那个游戏分类想全部改成麦块，因为早期是全部都显示麦块啊。踩爆你！这款游戏就是。死掉重来的游戏，我觉得你们不会喜欢啊。28块，嗯，啊病，啊痛。手机版的问题，好不？嗯，类似死亡细胞吗？不是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是地下城游戏嘛，那没有刷宝成分啦，那就只是，每次死掉就重来。我讲，你是刚才来的吗？如果刚才来的话，不知道应该是情有可原。看一下哦。阿奈哥受伤啊！
啊、那一只在哪里？买照。哦，我就在这边等他。我会看到睡着。这游戏对我，对不对？重点是它像素，再加上可爱，再加上又大。你给我过来！抓到你了，抓到你了，抓到你了！啊，孵化失败。但这款游戏运气成分真的很重，不过真的很好玩，很耐玩，应该啦。我那时候本来想说，嗯，感觉因为前面几关很好过，就想说，嗯，应该游戏寿命很快就没了，没有。啊，后面的关卡竟然还是要靠运气才能过。啊，白痴哦！你看这边有绿色的星嘛？哎呦！啊！我受伤了，然后你看右边少一颗星。哎呀！如果变成两个红星的话，就是铜的宝箱；如果两个都完全没受伤的话，就是金彩虹宝箱。我要哪一个嘞？这是什么？什么鬼啊？邪恶的精灵能干嘛？加一个血槽跟水晶槽，扣板金，提高武器射速。怎么办？要哪一个啊？这感觉啊，哎、欸，还是没有。是提早重来比较好啊！天啊，我真的有点难过哎，他就是不给我薄荷糖。我讲一下他不给我什么，再说一次，就是你要牺牲你的血量，然后去换取倒数第二只王，第二只王。打开的条件，直接打完了，对啊，直接打完了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个，你再洗一次没意义的贴图，我就把你给 ban 了哦、喔。那个不知道在打啥小的5 A 3，什么组件？你说这个哦、喔，增加武器伤害并提高武器飞行速度，那就是加伤害加。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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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！这把有点干嘛的？你看，你放成了精灵，嗯，你干嘛？我放了，释放！哇！哦。好像很猛呢、欸。好，走了，拜。慢走，慢走。因为没办法，毕竟我看不懂你的语言。你要走，我只能让你走。啊，白痴哦、喔！你要离开，我知道很简单。那如果开场能带一样人气走就好了。
啊，它是可以带啦，就是随机嘛。不能穿透。小小安安，宝器太烂了吧！应该不是金香银香，哎、欸，是金香银香，不是彩虹香美兰兰。热热，你猜错了。九十九把钥匙。哎呦，真坏习惯，看到东西就先射。怎么这个幸运的人都没屁用，要那么多钥匙干嘛啦？对不对？那边有宝石，没了。他不是给我一堆钱，给我一堆钱再说我幸运好吗？哎呦，咦？不够，要三个啊！画一颗爱心。哎呀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哎呀，也补回来啦。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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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这次网打完播广告，不然一个小时播一个广告，太亏了。哇！嗯，凹的凹的邪恶灵嘞，我没出现。
现在才出现，搞毛？哇，这把武器真的很烂哎！哎呦！我把这把武器换掉了。来，我们去换武器。啊，蛋！会不会是 BOSS 关不会出现？不会出现什么？我刚刚问什么问题？干，这把更烂。嗯，广告预报啊，对耶，感谢。啊，你说那个小恶灵哦？忘记的嘛，连播广告都会忘记的实况组，你看。就看我多可怜，不可怜啊，看我多穷。哎、欸，眼睛张开。哦。有吗？有吃到吗？有吃到齁，那再吃一个，买一送一。对不起。你这样。然后说艾利克西啦，嗯，没钱。哇！长眼呐、啊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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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yeah 哦直接给哦二选一是不是？二选一当然选这个啊，这是捡什么？捡硬币有额外护盾，嗯。对啊，吃广告是随机的哟。哎、欸，他很贱呢，怎么变成这个的啦？三，来不及啦，怎么可能？好、哦，一，过来，不行那样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这机会我错失了，嗯。垃圾！哦哟，谁推的游戏呀？这么烂啊！而且他上去还有一个房间呢，过不去了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卡到音？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要重来了！我一定要跑过去哎、欸！没有，我、哦、这边啊白痴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、哦、白痴，我看错了，我看错地图了，我的天啊，不要打超过三个哦。对啊，你知道，哎、欸，直播应该还好啦，那时候是那个什么，首播你们打超过三个 W 就要人工审核啊。直播还好啦，啊，只是就是。欸也尽量不要了，打得太多了，不然有时候要审核又很麻烦。啊乖哈，你乖乖。靠过不去。过不去了，过不去。一、二。这不能炸啊，炸了就也跳不上去啊。
哎呀，不张眼，但都不会孵化，就看脸的啊。是个非洲保姆的话，你也就是始终不会放。像我有一关就是后面跟了一大堆宝宝，可是每次都在没开台的时候运气特别好啊！哎呦，射得很快呢。怪打的不是我，我受够了哦。没爱心，没有爱心。解锁成就，地板好烫，这是什么成就？看一下。跳跃9999次。哎呦，地板真的很烫。你说陨月的那一场吗？哪一场？什么意思？啊，我们是聊同一个东西吗？等一下，你是把成就都记下，还是你也解锁过这成就？为什么你好像很懂一样？哇，年轻人不讲武德。你很想要那个成就啊，就一直跳而已啊，这什么难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呀、啊？你们年轻人不讲武德，啊哭啊！哎呀，会飞一堆宠物还有稿子，哈？受伤也会先受，哇塞，这什么鬼东西？护盾先扣，太保护护盾了吧？干什么？好啦，走啦。哎、欸，不对。欸、商店有什么？再看一下。商店那个能量魔方，水哦。好耶！哎，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亚当一代不见了，不是这一只吗？亚当二代啦，没吃过哎，不够。哦，有没有想要的、啊？看一下哦、喔，有没有爆米花？没爆米花哎、欸，嗯，啊，反正就是抓夹娃娃机嘛，你要下去不能碰到炸弹，然后你抓到东西回来一样不能碰到炸弹，我觉得这很雷啦，我想把这天赋洗掉，
了。嗯。哎、欸，这边有爱心哎、欸啊，爱心都在上面。我们来吧。耶嘿！啊，打 boss， 一样、哦、打完看广告哦，报告。看才第三关哦。哎、欸，我关卡不一样了。哭啊！真的是给我先扣血，我天！是广告。哎、欸，我先去尿尿，我去尿尿。尿尿啊！耶嘿，这是什么？每次使用钥匙时，哦，哇，这个好棒哦！我还不用爆，我去尿尿。回来了，什么广告都假的，你没有吗？增加一个护盾，那不是先扣爱心吗？啊，希望没有怪物是直接打穿护盾的。哎、欸，目前是没遇到啦，没人吃到广告吗？来来来，再吃一次，再吃一个。啊，白痴，按到右键了，只用一个加一个护盾，没有啊。哎呦！哎、欸，我明明受了三次伤哎、欸，他竟然送我过。你看看挑战关的灯不一样，给的东西大概不一样，我也觉得呢。我刚竟然把挑战两个字看成桃园呢、欸！天啊，我怎么了？哦、这场的蛋好惨。看一下哦。嗯。有极有机会哦。哦，极有机会哦。我天哪。什么东西？谁累了？晚安，晚安，累了，晚安。每次都吃不到广告，你可以把外挂关掉。
氪个会员就没有广告了。那个是退取啦，会员还是吃得到广告啦。想骗我？然后想骗我没用过退取？干，这只熊会龟派气功啊！不是龟派气功，那什么暗影球？我不信！我又来了，先寄一颗星。谁敢动你的汗毛？受伤的时候保障。嗯。提高武器射速。有啦！我会不会死啊？就这个，我就是要这个东西。我的天哪，我命玩的有点大哎、欸！我要换武器了，是什么？这个我记得很烂，这个是你的蛋会爆炸吗？换这个嘞。这不是要我死吗？我换回来，我的天啊！请问怪货王不会穿盾吧？理论上不会啦，我是还没遇过的啦，通常都是盾先爆的。你画面会卡一下，因为我要切画面播广告啊，所以你会卡正常哟，会卡是正常的哟。哇 ，Go Go！ 呜！跳不上去啦！我们用跳跃提升二段跳的 QQ 额。宠物会死吗？会啊，那个宠物有血量，像团团已经剩下三滴血的寿命。然后阿石是刚孵化的嘛？就是吃不到广告，没有啊，那就是你的不幸了。我觉得现在比较惨，就是我没有一把好的枪耶。有一把好的枪的话比较好。哎呦！把作弊过去，来吧，钉枪。好了。上角是什么？血量啊！左上角，哇哦，酷欸！哇，真的开出护盾了欸，酷欸！你攻击了我的村庄，酷欸！
啊，才第四关哦、喔！我的天！我等一下剩一颗星了啦！我记得剩一颗星我就会飞了、欸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换武器啊？哎、欸、啊，不是剩一颗星会飞，我是被骗了。啊，是半颗吗？我记，原来是我记错了、喔。金沙巧克力，金币巧克力，石头变猴子，对啊，石头里蹦出来的啊。怎么了吗？你没看过？你去被打一下就好了。我很怕、啊，我现在很穿、啊。那就随缘嘛。那、啊、真的被碰到的话，我就会飞。而且这边的怪不是打人已经开始会致死了吗？我怕说他就不扣我护盾，扣我血量，我会哭、欸。我没血了，等一下，被护盾也算是血哦、喔。哈，哈哈，玩坏了，玩坏了，我可以飞了，我飞不起来啦。有没有听到空白键的声音？哎、欸，刚刚打完了，来，是广告。哎、欸，这次的被动技就是没血的时候加的啊，怎么是这样子？哎、欸，这边一个赞哦，然后就没了。哦，我竟然没有受伤，我好猛哦，我好强哦！我一直想问这个、欸，连国王也认可升级你的武器，病什么啦？拥有护盾越说你的射击速度越快，我是应该要这个啊！可是我是很好奇，连国王也认可你提升你的，那升级武器耶、欸？啊，那这个啦，有多快？哦，有感有感有感。游戏疯了吧！我觉得两个都很棒。哎，冲！宠物的功效，宠物的功效有些是像你看，如果它收集到红色星爱那个星星的不啦爱心的话，会给你护盾，然后这个是会帮你打怪，然后这个是也会帮你打怪，几乎都是会帮忙打怪的啦。我也没有想到我会玩成这样子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好恐怖哦、喔！我又是护盾，好多护盾哦、喔！
套那个 POE 来讲，这就是魔盾流。爱心，我的爱心，我看。刚那个把我的爱心给掉了啊！我其实我靠腰啊！我其实不想再去地狱了。哎，我再扣去扣，我不是会死掉啊？嗝，我记得，我记得我有印象哎，好像不错哎，儿。等一下哦，在一个房间内受到六次随机伤害，我不要。那这个嘞，哦，按到了。没有比较好。好的哟，下一次发出了啧的一声，怎么办？要摸吗？摸我就死了。因为他很近的，嗯，看看呢，耶、yeah! ！不是这护盾流有个缺点啊！我的血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可以飞了、欸，哎，不是啊，因为我那时候血是有五个红色的血跟八个蓝色的护盾，我那时候的流派是这样玩，所以过得很轻松。欸、其实我不是很想飞啦，飞起来有点难受。哎呦，因为飞起来反而不太好逃命，这不是借口，是真的。你看，我现在出去有点困扰了。怎么办？这一关如果输的话，我会很难过哎。毕竟自己没过过。哎、欸，坏掉了，我进不去了，赔钱。欸、打完 boss 了，吃广告。哎、欸，坏掉了！我吓死我了。
体悟心灵祥和。挡屁呀、啊！不准挡啊！挡了没钱呐、啊，挡。有把 AP block 给关掉、哦。AP AD AP block boss 房。这是什么房？哦，这是什么？怎么都是护盾啊，他是因为知道我没有爱心了吗？也好，反正 YT 有分钱，那就是随。反正 YT 说有分钱，那就是随缘分吧。新增一个血槽哎、欸！就是该这个啊。游戏通关靠赛，全网最大的靠赛游戏上线咯。哎，怪打的。勇敢饼干，嗯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做，我不一样了，我有血量了。好多跟屁虫，对啊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啊，它有个道具是。你的小宠物永远不会孵化，所以你后面会超多颗蛋。我飞不起来了，我飞不起来了，我飞不起来了。糟了，我不能嚣张了，哈哈，嚣张不起来了，对啦。有血就飞不起来了、欸、，QQ。如果真的没有，如果没护盾的话，真的就是锁血在玩呢、欸，不可能，游戏有病哦、喔。好，通完，不通灵了、啊，你叫什么？接通哦、喔。这是游乐设施吧？记得，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来看一下，哦，那、啊、这边是哪里？右下角，去，哎、欸，去拿，去拿，去拿爱心，哦吼，来来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哦吼。
好了，各位，我们要来面对现实了，来打 boss 了。没有，这边还有。哦，受伤了。没有，可是现在盾满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八个盾是上限啊。走了走了，稳稳的打，打稳稳。有盾还扣血。因为你刚刚没有来看，因为我拿那个道具是会优先扣这个吧，拥有护盾也会先扣血量。你开始慢慢接受这个事实了，对，我开始接受了，飞起来喽！什么？增加枪的伤害，增加护盾，这不可思议的能量，你能怎么去？耶、yeah, ，飞走喽！那会飞是因为这只角色是 DLC， 它的被动技就是理论上是剩下半颗星，就是你不要死，不要有护盾就可以飞了。好卡！天哪、啊，这我真的无解了，没有救了，不是没有救啦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、欸。其他人会看都不会卡，可是如果你们看会卡，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们读什么。因为可能是你们的问题。我可以先偷开这个，不行，好吧。广告，哎、欸，结果这今天开台只玩了两场哎 ，Bread to Win， 这就是 PW 什么东西？是 Play 啊？什么 PAY 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爽感，如果再有穿墙的话。就完美了、欸。但会失败啊，对啊，会失败。然后他失败十次有成就，我觉得这太靠赛了。这成就太靠塞了。
看又爆了。看不到怪的攻击也是很危险，可是你连续十成功十次有吗？有这成就是不是？空空空如也，我在想就全部的蛋你就都集到了吗？那之后去拼命拿蛋要成功也不是不难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母爱不是拿到十个哦，我以为母爱是那个欸，拿到十个而不是连续十个欸，我以为啦。我靠，这什么东西？ Excuse me?钱袋，咦，好少。风车死掉后会有三个火焰惊魂。呀，对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哦，哦，走开。加油好吗？提高你的武器射速以及移动速度。感觉比较好。哦哦哦哦，好大的钱哦，多少？七九五十块。可爱的繁星，艾利克斯。嗯，我是不应该在我的台里面把“可爱”这个字给分掉啊？就是你讲了不该讲的东西。哇塞，你的名字好长。我的名字？什么的名字？你是说那个韩国字吗？好啦，来面对现实咯，打完这支广告。获得一个血槽，然后血槽再回收。好，这是最后一关了。那、啊、你后面那个幼稚园老师没有啦？耶、yeah, ，我又飞起来啦 ，carry。哎、欸，钱钱钱钱！你看这些都是背后灵。好多、哦，
广告，好，广告，感谢提醒。哦，怎么还有这个？你看，这些都是空包弹。六，蓝莓蛋糕。欸、真的都互盾了耶，好开心啊、喔！这里哇，看看这个哦哦哦哦，脸、哦哦、黑黑没有啦，那其实。失败真的其实是很高，你看现在又不失败了。那他通常不会有重复的宝宝，会重复的话就表示说他进化了。比如说像亚当吧，亚当就是重复两只、欸，看不到亚当了，就是他们重复两只以上就变成双去了。啊，没有水晶了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有了。哦，饥荒。你又回来了，阿辉！完了，他要进我钱了。有想到我当时这个开局就是那个啊，不会被自己的炸弹屋炸到。打完了，没有东西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打完我就哭啊！我就哭啊！捡到啦，没了吧？没了。哎、欸，蓝蓝，你今天不是被这只所困惑吗？它飞不起来，它飞不起来，它飞不起来，我飞不起来。打不到哎、欸！我以为我可以飞、欸，不行，飞不起来。打 BOSS 不能飞啦！我想说我可以飞，然后地对空打他。那看来游戏打眼，打完了。耶、yeah, ，关台关台，结果今天真的打过了，开心开心。那这个打完之后，下一个就要研究我打最后面这只王，就这只打过了，就剩这一只了。这只很漂亮哎，雅典娜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喽，来点的天赋，我还是不知道点什么哎。就点满，
那网络上目前还找不到说有什么可以，可以怎么建议点法之类，他也没有说像那个钱更好赚的天赋点法，而且这些都无关游戏里面的。你看，你就算点了这些，也是要你去地牢里面才开得到啊，这个除外啦。那其他都是你要去地牢里面遇到才有办法用，这些我觉得都还好。好啦，感谢我们群哥漂亮妹子，结束吧。这个，这两只是 DLC。兰兰，你看，我用这只通关了，但是它这边没有显示哎。看有没有很神奇，我通关了。还是随机通关的不算啊，因为我这只有打到这边来。随机的不算是不是？这样的意思吗？好啦，我们来看妹子吧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。那今天礼拜六的礼拜日就到这边啦，大家晚安咯，拜拜。巴巴巴巴，不广告，关台。不给我关。